上星期我哋同大家讲过，观塘有一个超过六十年历史嘅回旋处，为咗舒缓交通挤塞，喺八月底改为十字路口，但喺启用后首个工作天就发生大塞车。系啊，所以唔少司机都担心开学日多咗学生翻学咧，会造成大混乱。而今朝咧，我哋都去过现场睇过啊。我哋日前都同大家報道過，觀塘偉業街迴旋處改為十字路口，網上都有啲人討論話改咗做十字路口之後咧，交通變得比以往擠塞㗎。今日就係開學日啦，而家大約係朝早七點半，我哋嚟到觀塘呢度睇下今日嘅交通情況係點啦。一朝早已經見到有唔少學生同埋上班族出沒，不論係巴士站亦或係港鐵出入口，人流都係絡繹不絕噶。暫時觀察所見，觀塘道嘅交通都大致順暢。Hello， 你好啊，想問一下咧，今日第一日開學啦，有冇早咗出門口啊？即都係跟翻平時個時間。啊。咁係咪依度平時都係你搭車翻學嘅地方嚟㗎？係啊。有冇話留意到今日大約個塞車情況？你覺得有冇好嚴重啊？未到好嚴重嘅，但係架巴士都遲咗啲嚟。開學日之外都比早會早少少出門口咯。哦，早幾多啊？半粒鐘到。早咗幾多啊？十五分鐘。早咗十零分鐘啫，我哋預翻啲車程。點解會早啲出呢？第一開學嘛，人多嘛。係，即係擔心可能塞車遲到咁。係，都係嘅。平時係咪都係喺觀塘搭車㗎？哦，係啊，係係。咁你自己今日有冇因應可能啲中小學生第一日翻學而早咗出門口？啊，會啊會，都早咗半個鐘頭。點解呢？驚塞車啊嘛，尤其是觀塘都特別塞嘅。咁你暫時見到今日呢個交通情況，你覺得點啊？都好暢順啊，啱啱東朗過嚟都冇塞車。你自己知唔知道觀塘偉業街迴旋處改咗做十字路口呢？哦，知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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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係。有因為有啲人就話覺得改咗做十字路口之後有塞車情況啦，你覺唔覺啊？我諗睇多排先咯，係咯，始終啲車流量都有啲影響嘅。都係差唔多，都係咁塞。即係就算改唔改都有塞車嘅呢個觀塘。係啊，都係塞嘅呢度，屬於比較多車嘅。觀塘偉業街迴旋處在六十年代開始使用，隨著觀塘區內將來會有更加多的項目發展，迴旋處車流量將會飽和。有見及此，政府將這個迴旋處改為十字路口。首日開放路段的時候，觀塘偉業街和開源道路段一度出現交通擠塞，不過今日的情況就似乎有改善了。我哋由朝早七點半觀察到大約而家係八點半，我哋見到今日觀塘區嘅交通未算出現好擠塞嘅情況，而開源道一帶嘅車行都比較順暢，未見有長車龍出現㗎。觀塘開源道一朝早就人來人往，不過以行車情況嚟計，就未見出現交通擠塞。偉業街十字路口嘅部分行人過路處亦都可以供行人使用。偉業街迴旋處改建成為十字路口已經超過一個禮拜噶啦，不過我哋見到有部分行人過路處依然係未開放啦，因為仲有部分嘅交通指示燈未正式啟用，同埋喺行人過路處嘅旁邊咧都係有啲水馬圍封住噶。咁即係話行人要由開源道行到去觀塘碼頭巴士總站咧，依然係要用翻偉業街行人天橋先至去到噶。暫時去依度，因為仲整緊路咧，所以就唔方便咯，要行嗰邊。之前就依度個燈位就直接過就得嘅，唔使過天橋都方便啲嘅，尤其是啲可能行路唔係咁方便嗰啲，唔可以咁上咁多樓梯嗰啲。行去嗰邊食飯咯，之前迴旋處又要慢慢等咁樣，咁而家有可能如果轉咗個十字路口就會方便啲咯，係啦。係，咁如果唔使經天橋就可以過到觀塘碼頭嗰邊，其實係咪都會方便啲啊？係啊，間唔中都會搭船去北角嗰邊嘅，係啊，所以即係全部轉翻咁樣十字路口都方便少少嘅。新十字路口启用首日，有司机因为未能适应新路况而不知道怎样掉头。其实驾驶人士只要在伟业街路口右转，转入观塘码头，再左转完伟业街驶出九龙湾方向就可以完成掉头了。其实观塘这个十字路口只是启用初期，希望政府部门可以尽快全面开放行车范围和行人过路处，那就无论人定车都可以畅通无阻了。坪洲的榕树可以说是祸不单行，究竟他们有没有得救呢？我们会继续为大家跟进他们的情况。温室效应改变了自然环境，也都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习惯。天气热，很多人都宁愿在室内凉冷气，家长当然都希望带小朋友去公园放下电。不过烈日当空都是选有瓦遮头的地方会好一点，所以近年室内儿童游乐场都大行其道。兒童室內遊樂場是不少家長帶小朋友去玩的選擇之一，又有冷氣又有不同的攀爬設施，適合小朋友放電。有沒有去過那些兒童室內遊樂場？
有。咁你覺得點啊？塑膠我覺得好容易壞嘅。好容易壞啊？啲塑膠啊？點解咁講咧？因為好多小朋友都會用噶嘛，話唔定佢嗰啲會老化噶嘛。係。咁你去玩嘅時候會唔會話小心啲啊咁樣噶？都可以嘅。咁如果整親咁點算好啊？咪翻屋企咯。啊，去過去過。啊，去過去過。啊，那時候覺得場地怎麼樣？很好玩。很好玩。那安全嗎？安全，然後就是大多數地方很多東西都是軟的，可以隨便跳。哦，那你覺得小朋友去那些地方安全嗎？安全，安全。也存在一些問題。什麼問題？就是它的那個塑膠的。弹蹦蹦床的那个可能会有一些补疤、补丁啊什么的，这样可能会妈妈会担心孩子的安全，他漏气啊什么的。攀爬嗰啲啊，危险啊，我觉得。咩危险啊？唔知啊，我觉得好，即系细路哥爬上时会跣翻落嚟咯。咁你有冇话？即系佢哋会整啲网咯，系咯，啲网围住咁样会好啲咯。如果唔係一擒就可能喺側邊落嚟，咁我見到有啲嗰啲 playroom 咧，佢整啲網啊咁樣，或者啲欄啊，俾佢扶住啊，一啲咁樣樣咯，會好啲咯。消委會近日公布數字，喺2021年去到今年上半年，一共接獲59宗有關兒童室內遊樂場嘅投訴。日前更接獲投訴，表示有小朋友喺其中一個兒童室內遊樂場玩穿繩網嘅時候，喺高處失足墮地而致骨裂。喺過去3年半咧，最多就係呢個結業。因為有39宗，有6宗咧係關於啲銷售手法啦，即係一定要你買防滑物啦咁樣。有4宗咧係涉及到安全，仲有4宗咧就係一啲合約取消嘅投訴。咁頭先咧，你有講過有4宗咧係關於受傷嘅投訴啦。咁試過最傷係點樣嘅咧？最傷嗰個咧就係我哋有個小朋友啦，就玩一啲繩網嘅遊戲嘅時候咧，高處咁咧就跌咗落地面，就好不幸地咧，咁佢嗰個前手臂咧就有移位啦，咁同埋個手腕咧就有啲骨裂嘅。家長咧事後都有要求個公司咧就要退翻錢啊，同埋再啲嘅補償啦。經過我哋調停之後咧，咁其實間公司咧就有一個建議，就話即係賠償3000蚊。不過當然個家長咧就覺得太低啦，咁所以就冇接受到嘅。咁個家長咧會考慮係透過法途徑向間公司去追討嗰個賠償啦。你哋中間可以做到啲乜嘢咧？我哋都將消費者嘅要求咧去轉達翻俾商户啦，建議3000蚊嗰度咧。咁當其時因為個小朋友仲仍然係即係睇緊醫生啊、打石膏啊，咁所以咧即係覺得個3000蚊呢個嘅建議咧就唔能夠接受啦。咁雖然我哋就之後再同間公司去傾咧，咁間公司都係維持3000蚊，咁所以就雙方就唔能夠去達成一個協議啦。咁消委會有冇啲咩建議係俾分別使用者啦，同埋負責人？管制免責條款嘅條例，既然寫得咁清楚咧，咁佢哋都唔應該係寫呢啲即係法例都唔容許或者唔生效嘅一啲條款嚇，即係以免咧就去誤導咗啲消費者，以為哦真係冇得追喎。場地嗰方面咧就一定要係好著重安全啦，定期去檢查啲設施究竟係咪安全，管理好嗰個風險。咁另外一方面咧，要睇翻嗰啲條款咧，就要清清楚楚咁寫出嚟啦，即係包括啲收費啦，一啲使用嘅條款。咁而喺消費者方面，咁當然一樣咧，都係要安全至上。咁就要事先去睇下個場地，咁同埋有邊啲係適合即係個小朋友或者即係同個大人一齊去玩嘅嚇。因為小朋友就會扎扎跳啦，未必話會諗到一啲安全問題。咁大人就要去提醒佢哋嘅。作為家長，我都好關心呢類遊樂場嘅安全性。如果不幸真係發生意外，大家又可以點做呢？我哋之後會繼續同大家探討。如果大家有任何社區問題想我哋探討跟進，歡迎報料俾我哋 WhatsApp 6896-0931。我哋聽晚繼續一線搜查。我哋喺坪洲長大啦，同埋人同埋樹嘅感情都非常之好啦，完全接受唔到即時去斬殺咯。樹博士話：坪洲島上面嘅榕樹正係受到朱紅毛斑蛾嘅威脅。你應付呢只蛾咧，你就要全面包圍、十面埋伏，用盡一切辦法嚟將佢趕盡殺絕嘅。如果唔係，你冇辦法清嘅。走在前線，一線搜查。